你说家你啦，你说这阵是说家你啦，你说这阵是说家你啦，在校园杯了，哦吼啦！你今日利用姓名来蹭你的流量，注意，即马网络吼，足侪人讲啦，泡面推广阴谋啦。啊，家的规台湾全省大家嘛拢拜阴的，敢唔是安尼？唔通拜。啊，家的台湾全省的推广都拢阴谋啊。嘿啊！啊，家的台湾全省的庙，俺是拢怪了，你遐话你啦。来，你这出他拢讲伊是老师啦，老师。老师带你输，你安尼暗时啊叫伊推广白，还控卡声。注意，即马网络吼，足侪人讲啦，泡面推广阴谋啦，唔通拜。那有这种代志？啊，甲安尼台湾全省的推广都拢阴谋啊。系啊，咱推广是安尼啦，甲曝光的性质同款啦，意思就比如咱遮。大家赚大钱，暗时吼，有当时啊，咱这灯头啦，是讲各台湾全省的土地公庙，也是讲神灵过往嘛，对不？嘛是拢会来请土地公做主啊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，你也要讲拢阴的，啊，无规台湾全省的土地公拢，对不？对啊，啊，嘛通讲，迄土地公唔通讲吼，暗时啊摆摆拢是鬼，那有可能？啊，甲安尼台湾全省的庙暗时拢关掉，你遐话你啦？是，你讲什么？泡面推广伊是八加九啦，啊，其实讲卖种八加九吼，还污名化啦。八加九在校园间啊，伊诚心也向来拜神拜佛，真好啊。系啊，啊伊蛮会做善事，迄嘛布施嘛真好啊。如果惊推广囡仔讲有素材给因，啊因提这个天才来布施来做善事，啊感觉嘛是好事啊，对吧？做好个代志啊，咩人讲八加九，咱嘛捌少年过啊。对啊，你都讲一半，你讲咱。泡面推广等于是讲像保护潜水款，对啊，意思就比如大家趁钱对无，安这毋是正事，暗时有当时啊人欢喜来拜，迄是人的自由啊，咱哪会使同讲啊，这出去讲都是阴的，啊，甲安尼规台湾全省大家嘛拢拜阴的，敢毋是安尼？对啊，我比较有讲过，人迄有诶神灵过往，对，还是讲。爱需要托你讲来做一个中间人来引魂，所以你要哪讲这音诶？托你讲就是未输咱即卖诶船长诶性质啦，对无？对。啊，要哪讲是音神，即咱都在个人诶看法，我是感觉讲会比有大家赚大钱诶，就是正神。在少年辈了，好啦。来，你再出他拢讲伊是老师啦，老师，老师带你输。其实讲咱今要做老师诶人。是不是咱互人一个健康的观念？人讲老师嘛唔通误人子弟啊！你今日唔是讲吼，十几岁啊？你若出来，你就讲是老师，你有带人行健康人生的道路无？对啦，做一个老师是爱甲咱教好个啦，唔是讲一寡有诶无诶，讲起那些道德观的问题啦。一个少年啊，网红大明，你写讲吼，迄、那个泡面推广是阴谋唔通摆，结果呢，一抄一抄一抄一。其实讲，因安尼做实名嘛无欢喜。你今日利用实名来蹭你的流量，你要红，你安尼暗时啊叫伊推广白，还控卡声，真的唔通安尼做。对啦，为着赚钱不择手段，这是袂用的啦。真的，你做老师是要带人去布施做善事，唔是讲你要蹭流量要红。你今日讲囡仔讲是阴神，歹势吼。囡仔讲也是阴神吼，南昆新大电府就袂。哇，这个匾额，予咱泡面推广啊啦，代天宣化，你讲这点是塑胶呢啦？哦，系啊，这点是塑胶呢。今日咱泡面推广，如果讲吼行唔是正道，做唔是善事，南昆新大电府伊嘛也无可能换这个代天宣化，予咱做流量。因为咱庙的对头甲尾就是拢伊做善事、做公益，对，一年当初的公益超过几啊千万啦。对，因为迄天当时我含迄个九龙宫的迄个老主委。我去这附近的中寮永和锅巷，我嘛去请因食咩，食 buffet 啊，啊搬一挂迄个餐具啦，啊一挂迄个礼盒给因啊，希望嘛这囡仔呢吼，会当感受到咱对因的关心，以后呢大汉了，会当好好做人做善事，回馈咱的乡里，像咱九龙宫这附近的学校。你拢有法赞助嘛？就拢有求良中福气进行。咱收的迄个香火钱第一粒第一呢，唔是只入不出呢。咱求良中是真的有做善事的，是做个大家拢看到的。甚至讲咱即届咱花莲地动，迄天我找主委礼物啊，讲哎，主委，你是唔是咱赞助阮吼来去花莲来赈灾？你讲是惊讲我车载袂落，要无你干嘛讲吼？你
看要偌济，你嘛是拢来啊。迄天是阮车拄啊用电啊啦，所以今日咱炸一百箱去呢。啊，无迄天注意讲吼，你要一千箱、两千箱，我嘛站在。只要咱这样帮助这华人这些迄个百姓呢吼，会当吼，互因帮助因一顿两顿嘛好啦。总是咱九龙宫推广做的爱心嘛。对。因为咱这泡面嘛是在使用市场灌出来，咱是用这个爱呢吼，都传递落去。福建加济人，咱讲咱九龙宫的推广做是要树立者，对啦。好，你吼食了呢，吼腹肚有元气，你唔够好等于拍拼做工课，对吧？注意，如果讲吼，咱惊泡面推广是阴庙，安尼大家敢冇看过鬼？我嘛唔捌看过鬼啊，但是人气都足满的啊，嘛无讲啥物做着奇奇怪怪无啊，拢比有一挂生理人啊。对啊，你卖讲暗时啊拜拜将是鬼，暗时来拜拜将拢是各种行业啊拢有。嘛有卖书的嘛，嘛有卖车的嘛，对啊，咱就讲卖书卖车就是鬼嘛，对啊，唔通讲吼暗时来拜拜，这样就无正常。有的人拄好下班，靠时间来拜拜，唔讲人愿意讲三更半夜来拜拜咧，对啊，嘛我嘛看过人七早八早来拜拜啊，咱就讲七早八早来拜拜，迄就是无正常的嘛，对啊。注意，比如讲来讲啦吼，这个刷盘啦，有人讲吼，啊恁就讲讲唔对，啥物好人都要变明白。姓名，伊要画镜，互你看这个号码，迄嘛是你有去报时做，所以你看有呢。你当作清菜人伊咧，会去看，几号几号，唔是安尼呢？迄是因为姓名知你要做善事，但是你那底啊钱无够，甚至讲你地房子，你今日要得这样发财，你唔是为你家己的腹肚，你是为这众生，这姓名是素材互你呢。对啦。所以素材这是安尼啦，大家娱乐啦。啊啦，讲真正有困难度，你甲囡仔讲求，也是甲福气正常求。你若甲伊缘分有到遐，伊做你这拢唔是问题啦，做甲足好诶嘛有啦。你搁要讲吼，有求必应，卖讲吼你来拜，你就讲吼，囡仔讲退工做你讲吼，有拜无保庇。你一年365天啦，你来第一届来迎香拜拜，你就讲吼，囡仔讲退工做你啊，恕我知。对这人嘛无公平，无公平嘿。唯有可能的是吼，一年365天，你拜一天，因为你讲求财，是因为你要为着这众生，因为这有人生活困苦啦，吼，啊需要钱啥，你要来布施，你钱无够，你若讲甲退工作呢，还做财，还斗三工，运家甲遐钱嘛，拄好斗三工甲遐，对，你做财这，卖讲吼，别人拜有求必应，你拜就拢无啥效果，你要检讨你家己。现在新名伊不爱素材好哩，伊可能认为讲素材好哩是会害你啦。啥讲害你敢知？因为你命中吼，你唔是讲有这种运的人，你得到这些钱是对你吼有害无帮助的啦。对啦，九龙宫的诸位大姐吼，对囡仔甲大汉家两大姐服务嘛。哎，对对。你讲规阵啊吼，来这吼来求囡仔讲，来求退工作，是一挂代志，好大家了解一下。我来讲一个现人现事的啦吼，是即几工仔的代志。我一个朋友吼，伊算真信道啦，啊，伊就算已经结婚要将近要三年外，太太腹肚拢无消息啦。不过伫伊是求囡仔讲，是求囡仔讲，求囡仔讲。但是伫即个月哩，伊虽传好消息来讲，因某有生啦，啊，因为伊讲囡仔讲确实真正有迄个魄力啊，是啊，伊有请囡仔讲等于因遐做客。所以咱囡仔讲，唔呐讲做财呢，连生囝。咱囡仔讲嘛，有我得处理。有啦，伊也甲有缘分对无？想要斗三工拢会使啦。讲一个出去讲吼，嘛现人现事的啊。伊嘛即几工发生的代志尔，伊是足艰苦的啦。就疫情甲尾，拢无赚着钱啦。伊是做八大行业，但渐渐要收起来啦。伊连续三礼拜拢着，无逐工着，但是拢着三天，拢着300-500安尼啦。拢但是拢有法度，互伊店的店租甲。即个小姐的少爷庄，和营业额拢嘿拢有贵啦，弥补咧。啊，即摆卖啊哩亏哦，又要打唔来。但这人嘛听讲你讲过，伊嘛定去做善事。有啊，伊知影人讲吼，这家庭生活困苦，伊嘛是安尼，嘛是啊，咱从中到有啊，到赞助，到帮忙啦。唔是讲吼，人惊掉掉发财，是要第一落底啊，第二来食吼。对啦。食大餐，来塞跑车，来住别庄，可以讲素宅。你那讲素材是要提去布施的，唔是要叫你提去买跑车、买别装、买去食迄个大餐的。你那讲甲推广做是要赞助你，钱是自己的啦。你那伊也真正看伊真正无法度，一定会出手的啦。对啊。
董事长，我不是刻意想成为谁的光，我只是期望提供的那一点点帮助，可以让小天使多点生存的可能与希望。只要有人需要帮忙，我们都要伸出援手，为世界上更多阴暗的角落注入良善的光芒。善良其实很简单，一个拥抱也可以是一个温暖的眼神。只要愿意关照社会需要协助的地方，我们就能让别人的生存多一点希望。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董事长爱国湾，从善的起点，用同理心看世界。所以，嗨，那现在咱这囡仔讲呢，那有两声，一尊开机的，一尊定定价。啊，当初是咱这个老主意，那去那个南关新来请这个囡仔讲个训练，就是拢有托房，托房，嘿，讲伊要来遮坐啊呢，要来坐，刚好伊这占最好地理呢。咱头前进前，咱毛宝贝讲要请这个建筑师啦吼，要从咱迄个推广，和伊个厝呢，遐大间诶，要互伊带较新的别装，叫推广做伊嘛无答应啊。伊讲伊根本带这细间也得好啊。因为伊这算有着地理诶，着地理，嘿，有着地理啊，所以唔敢学别叮当啊，别叮当内山地理山迄个瓷砖无。真诶有足侪好诶地理呢，是袂当讲吼，你即卖已经起好啊，啊，倒来还冻落去。嘿，袂容易。那冻落了呢，这好地理嘛，非常诶白。所以咱今日呢，咱推工作呢，伊无愿意讲吼，伊要多读经诶，伊细经又刚看毛个去人到三工啊。对啦，啊无本来咱做事业的一个船的当事长，原本要甲咱石龙江福德进行的这庙要来甲翻修翻到大经，但是这就是地理唔敢震动啊，加震动落这个事就全无。来遮呢拜拜呢，你的人生事业呢更加美满。诶，这先生，你来。你今日来这拜拜是不是？是。你目睭亲眼所见，咱九龙宫的推广做的是啥物款的推广？是鬼吗？因为做这样在网络面顶讲啦，来遐咱九龙宫拜拜拢是拜鬼啦。无，这啊这是阴庙啦。咱托你讲白啊吼，就亲像咱的里长啊，啊甲管区，就是大小的代志，伊拢爱处理。啊托你讲白啊，透早保庇咱这个百姓。像咱厝内底也是大过往。啊，咱的新年皮拢会带咱去托你公庙遐，爱禀报者，对，啊，所以伊也可比包公无，人讲伊断阳也断阴，对，啊，所以宣布代志拢爱处理，啊，并不是讲因安尼伊就是阴庙，伊算照顾所有这百姓爱照顾，啊，咱讲吼大庙，无咱去大庙拜拜，有当大庙边就挖一挂水龟落下，对，啊，你若硬要讲阴庙嘛是，咱嘛无法度甲反驳，是咱这大庙兴有香烟，啊，物件会挖，但是来八公上大，伊会管理。也冲起来，被讲嘛是好话来照顾因家的奉献，家的鬼魂，是，让因得到伊正道，会当让修正道了，好啊去投胎转世。被讲啊，被讲真兴啊，面面讲来只是咧拜阴庙，哎呀，他台湾这侪脱离公庙。对啊，唔通讲吼，啥物暗时啊来拜都无正常，因为咱九龙宫是24点钟 7-11，无休困可以工作哦。应该是会当讲哦，全台湾上个骨来推广。你任何一个时间点，你有代志要来求咱囡仔讲，来求咱推广做，因拢得咧。只要你有抱一个吼诚恳的心，一颗善良的心啦，你来求一定有求必应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拜拜啊，我顶多已经暗时，伊较无人，拜公啊较无遐无用。伊当点点啊听你讲你想要讲的代志，有呾人坐，一届二三十个咧讲，伊反正无用，拄啊老高气。蹲咧接受主持，咱讲主持咧拜拜啊，接受主持嘛是暗时啊。伊基本上是有轮班的啊，你放心。遮吼就讲咱人的值班行款，弄值班的新人大姐，等你来救援。对，啊，你有啥困难，你诚心来讲，一定是会帮助恁的度过你人生的难关。对，啊，咱这托你公伯啊，作兴，囡仔讲话作兴，大家来拜拜。是，哎，真好，感谢你哈，好，谢谢。注意，可以，咱来参观咱一个咱迄个九龙宫的环境者。好好好。这个泡面呢，吼，注意，嘿，咱泡面咩食靠灵感，是咱食咱家提来拜拜的泡面，还是干交换泡面？爱干交换，爱干交换，福气交换着福气，好人食了唔够，福气满满的能量吼。其实来讲吼，咱推工作是要吼，教咱吼有一个布施的习惯。咱今日买一箱泡面，用一箱干饭换一碗，嘿，
有舍才有得啦。咱这个工作是要让你知讲报喜啦，这是一个好的能量啊。啊，你唔通讲吼，你提一碗来讲换一箱，安尼唔好，靠这贪念呢。就算讲吼，你这一箱十二碗泡面吃落，凡是你吼，你腹肚呢吼会当滋养，但是呢对你的福德是无帮助的。对啦，来讲，哦，咱这泡面八百种呢，真多啦，这拢准备一天的量要红吃啊。一天的量，一天的量唔啦吃。当初只有咱咱无来看者，来库房，咱库房是卖个红公开过。迄届咱迄个花莲的赈灾嘛是对只开库房。系啊，这咱这个秘密通道啊吼，这拢一天的量要红吃的啦。嘿，地下是正宽的吼。嘿，看到后边去。哦，咱楼顶迄个食泡面所在对遮那里啊。嘿，因为咱多起所在是咱迄个退工作伊的下骹，因为啥讲甘知伊边伊的磁场太强啊，所以呢，咱再起来面顶看嘛者。来，欢迎。这就是咱迄个九龙宫泡面退工作伊的别宗。注意，嘿，咱这个退工作呢，伊是对当时都有啊。大约你即马四百年啊。四百年前。上烟道的庙公来，你来。这上个烟道的庙公吼，你大只服务偌久啊？三年哇。你大只感觉看过鬼？唔捌咧，咩来看？因为一挂人啦，一挂公山，即卖一挂公山，伊是老师啦，老师教你怎么输的老师啦，吼。伊讲吼，迄、那个九龙公是泡面推广的是阴庙，你唔通来拜。退工作是阴神是鬼，乌白乱讲，即个老师教你输的老师啊，那乌白乱。啊，神就是神啦、啊，仙就是仙啦、啊，鬼就是鬼啊。做神书诶，嘿嘿，退工作那是鬼。对，所以你慢慢过来看伊鬼嘛，对吧？我免来看，我嘛请伊给我讲。啊，请这老师哈，老师教你怎么输的老师呢？唔通来九龙宫，你莫来这蹭热度哈。按照我讲，我别乱讲。无啊，教人正确的观念嘛，拜神正确的观念嘛。咱要信这庙宇呢，咱是要教人家做善事，是啊，唔是讲你来这蹭热度，蹭热度，按一讲讲一个乌白乱讲，你若要乌白乱讲吼，是明暗时啊，应该讲下声。你今看咱退工作，逐工啦吼，这个香火呢吼是旺旺啦。这工作的人数是几啊万的人数。起码这是吼，这个上烟道庙讲是啊千几年，啊不只面积山吼是起啊顶年年呢。足济。对啊。礼拜人都如此，看游览车，几个台风乱。对啊，董事长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财库买了龙功设立，有助于你还阴债。我举例说明，您就会懂的。还了阴债，你就会发现装满金银财宝的金库。这时候的你需要龙功设立来打开金库。买过龙功设立的粉丝呢，都知道买了龙功设立后，财运会顺很多，也没有出现破财漏财的情况。打开金库的前提是要拥有一块龙功设立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要想延续不断的财运，一定要行善积德，广植福田，不然还是会财来财去一场空。加董事长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金山银山通通带回家。注意，嘿，咱这边的泡面推广呢，吼，较早像上海来摆干呢，现在卖厝，现在卖厝的中间，卖厝啦，保险啦，哎啦，嘿，做业务的啦，做业务的，嘿，足济呢，吼，规趟天拢无业绩。但是呢，伊抱着辛苦的心来求咱推工作，啊，食一碗吼小小的泡面尔，哦，我讲当然是要跑。咱家吼主要是保险业啊，做生意的啦，娱乐业啦，各大的行业吼拢都爱来摆，啊嘛，做一只安尼泡面吼，一碗换一碗。对啊，感觉足好个啦。咱九龙宫的推工作呢，360项啦吼，每一个行业咱推工作拢有法达三间。有法到。而且咱推工作又唔惊人吃。嘿，愈吃愈好个啦。对啦。惊人吃啦，惊恁买来个啊。伊惊看只店只光明顶，光明顶，各种行业拢有啦。即做保险的啦，卖厝的啦，卖车的啦，卖车嘛有啦，各行有啦。听讲一届咱迄个华人的地动，哇，迄、那个。黄志荣，伊为了感谢讲吼，咱九龙宫呢吼赞助这个泡面呢，伊嘛寄一个华人的水果给你，有啊，来吃就很好，大家吃啊。哦，大家吃了足欢喜哈，足开心嘞。其实讲吼，咱九龙宫行到三间面讲吼，希望讲吼，你一定爱回馈啦。哦，无一定爱回馈啥啦，都你讲属于话，这是属于话。对啦，因为什么要帮助，唔是讲要改交换条件呢？对啊。会、跟你交换条件，迄无叫神，系啊，迄叫魔神啊。系啦，迄魔神。那无唔对，咱赵良江吼，将来唔捌共民江讲，你一定爱来遮开家户偌济，种种方面拢唔慢，在人过年的心意啊。心要来做，伊是诚心要来做，咪讲吼，你今日我还到三工，
好你吼一夜致富，啊，你都爱管偌济管偌济，唔是？哎啦，先是吼，一在意啥？一在意讲你是不是有去报时来做证书，对吧？对啦，就先是安尼啦。你若运作到遐神，有法落甲你斗三工，一定甲你做起。是来斗实际呢，起码无一定讲真正咱改变你的命运，是你的身形，啊，你运都行到遐，神都爱实际来做起呢。对啦，这是无唔对啦，因为人做偌济工作，神都助你偌济，这是固定的啦。命运掌握是家己的手啊，要做到什么坎坎是盖在个人。是无得吼逆天改命啦，因为是拄好你的运势，啊，你的身形，你做偌济神事。啊，帮助你一挂因果业力呢，会当减少。对啦，互你人生呢更加美满。无错，即大拢炸泡面来。系啊，咱家。动车时，咱泡面退光是也有啦，啥来？哦，较早咱家就是吼，没有 seven， 没有小七嘛，无现在贩卖部啊。嘿。啊，就会再较荒凉。啊，较早我们庙的委员就是说买泡面给人家吃。啊，以前不是这种碗装的，是一种包米。啊，后来给人家泡。泡的人不知道有神明要吃泡面，就把桌上的那一些泡面拿来拜神明。是因为那些美丽的错误动作，出去讲要吃泡面啦，泡面咱人要吃的啦。对，嘿啦嘿啦。叫什么？咱爱做八公啊，做愈吃愈欢喜。嘿，啊，所以到尾啊来，大家就拢买泡面来拜，是这个意来是安尼啦。是安尼来。嘿嘿嘿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直播呢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哈，欢迎大家。24小时随时都可以来咱中寮泡面推广，咱家泡面无限量供应啦，什么都有，就怕大家不来泡面而已。如果生活真的有困苦的，你可以来跟这个管理委员会讲，没问题，只要你有证明，无一定爱什么证明啦，你就来讲你生活有困苦有困难，你甲咱讲做会到的能力范围内，咱一定能帮忙的啦。所以欢迎大家老店就来卡，大家共同来参拜咱全台湾上有灵感、上有神威的推广者。拜拜。龙宫设立是改变人生的钥匙，你拥有了吗？龙宫设立磁场强大，如果你带来会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噩梦，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。龙宫设立很神奇，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，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，专属于你的防护。这就是龙宫设立迷人之处。初期佩戴一些不适的症状，不要怕，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，不舒服呢？就拿下来休息一下，反复几次呢，慢慢就能适应了。如果体质敏感，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，睡不着，请再多给一点时间。通常佩戴后呢，睡不着的人很少，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。全家大小驱邪避凶护身，居家外出常备，提升小孩专注力，让小孩聪明乖巧有人缘，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，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一副送穷，我要发财。99%的人都不知道，龙宫设立可以招财。有财无库难大富，万事白忙碌，有钱存不住。想要一副送穷，让宇宙四面八方的财都吸到你的财库。三星四星天天中，你能行善天下，就能有求必应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，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